好，我们现在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推料，那侧向推料。好，这是长度方面的推料。嗯。好，这是侧挡板，侧挡板，还有前挡板。因为长度方向我们有两个位置，有两个挡料的位置。嗯。这样就是我们门板在宽度，不一样的时候，它根据尺寸来自动选择是到底选用哪个来进行挡料。嗯，好，这个生请。